早前无线找来5个港姐扮韩国女团推出女版的《到此一游》MV 一出就引来不少负评，但是蔡思贝就被网民大赞，说她跳得不错，造型最靓咁话，仲话估佢唔到添啊！睇下。获网民大赞的思贝心情似乎相当好啊！呢日佢就神咁早同谢东文开 live， 佢自爆21号出战扎马21公里赛事，不过思贝似乎一啲都唔紧张，仲同网民讲笑添。所以咧，你哋个个冬天啦，嗱，瞓得晏啦，嗱，其实系唔好嘅 ，no good no good， 系啦，就系要咧起身，好似我哋咁样做运动跑步，21K easy job 啊 ，Tom 话你日日练啊，咁 fit 啊，全公司最 fit 啊，69腹肌就话二啫，好跑得啊，我啊入咗行之后4年以嚟冇做过运动啊，外表咧就26岁，内里啊46噶啦，你只系我76喎，思贝话当日参加完马拉松，夜晚仲出席埋无线万千星辉颁奖典礼。这个行程配搭，思贝都怕我太攰而错过颁奖礼啊！跑完廿一 K 应该瞓觉，跟住瞓唔醒，迟到去颁奖典礼。即系如果你嗰日咧21号颁奖典礼见唔到咧，就唔好出奇啦。我应该喺屋企瞓紧觉，头又未梳，妆又未化。